哦，好的，现在玩的是手游《无尽的边疆》，然后有一只宠物可以升五星的那个地狱犬，然后它是可以升那个高等深渊法师。不死族友善度150%，四元战斗提高不死的攻击力，好像没什么用诶。一定时间增加我军的移动速度，攻击速度和移动速度。那个防护罩没什么用，然后基本配速多少？7%，攻击距离自身的攻击距离10%，移动速度这也没什么用。所有士兵的攻击距离和移动速度7%，这个是不是要在场上才有？什么友善度最多可增加至600%？然后什么？还是这个其实不用在队伍里面就有，因为这边讲要排入队伍才有什么，字好小，我把那个游戏说超小，我看那个画，实况画面好像也蛮小的，哇，就是好像没有很好用啊，反正升了就升了，这是超越的，好吧，反正这篇玩的就升吗？看起来没有很大用处吧，加友善度而已。然后这只在精灵高原，这还要找吗？其实你就按这个把它编进去就好了。我现在都懒得找了，在这边我只有7个哦。一次只能拿7个碎片，我这边有4只，哦，13只6，然后24只15，OK，那就这样啊。